小 S 演艺人生中不乏都和减肥有关，过去为了瘦身只吃地瓜黑咖啡，甚至正餐也都仅有几根蔬菜些许肉片与香菇，让网友看了不禁好奇会饱吗？可他似乎终于受不了，在网上发文透露到底要多瘦，我受不了了，每个女人都在炫耀自己的身材，我也是，但他妈的到底要多瘦，更大喊我退出。对于许多女性疯狂减肥只为了追求瘦与美，晒一堆运动的照片，让小 S 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呼吁女性别用修图软件，做自己，面对自己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